作为一个女性的市长，怎么样子对在这个城市之中，对儿少的保护、性别的平权，这是我们长期努力的目标。所以高雄市不管是女性的首长，高雄市对于在一个国家公务人员参与决策的比例，高雄市一向都非常进步。也甚至我们的男性文官都会觉得说他们好像需要保障，因为通常市长在做决定的时候，我们如果同样有这样的机会，我会觉得这个机会应该女性优先，因为这个社会长期以来一向给女性。